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我们多希望能简简单单和谐。 手里干！谁能跟我说说这德莱文到底在干什么？手里干！我们是银河系最需要的礼物。快看，我们不就是年少幻想的完美一张？ 和谐之花开在弱者凋零之处。手里干，多兰剑。手里干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手里干点燃。 闪现平 A， nice。寒神一级啥也没有，那玩意儿那学个 W， 真是不厉害。这杰手感好棒啊！ 你怎么带气定神闲呢？我不能带吗？我本来查克拉就不够用，我不能带吗？我带气定神闲有啥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回能量吗？回呀！ 不回能量，我带它干嘛？手里干。这些生物在浪费他们的奥能。手里干。八换六一。 手里干，左边插个眼儿，无时无刻无处不在，手里干。 打呗，打信号干嘛呢？手里干，哎呦我操，我的炮车呀，哎，好烦啊，手里干。 A， 螳螂打野是吧？他在下路还好。回家了，不回家。 杀了，把铁男杀了。圣使说，我们的行为太过极端。他们说的对。
扮的猎头。我堵住他，走不了。不用着急放大呀，差点给你换了，这么着急干嘛呢？在我们之前只有虚无，在虚无之前就有怪物。这攀升不跳大，他五级跳什么大？你跟我说一下攀升五级怎么学大，你给我个解释。回家了。德玛西安征服无数星球，我们则启动无数星系。没注意你的，你的就完了呗。啊，你的就完了呗？道歉，道歉都不好使，我跟你说，伤到我的自尊了，伤到我的心了。除了飞机火箭啥的随便来点吧。唯一的存在，我将夺取一切。大漠荒陨了。这肯定是跳了，这是死的也会活该，这也没办法。吃塔皮吧，潘森敢从我屁股后头来，他就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再打他了，他把我坐下，那螳螂一个抠的把我秒了。也不再有限制。打个蓝吧，要啊，干嘛不要啊？脚下是永恒的路。
谢谢香蕉超人的办卡、啊。圣使德玛西安新地家全部房间的蠢货。Rampage。哎，这 Q 能一个没中也是很奇怪、啊。不要挑战我们，我们的存在超越你的认知。螳螂应该是去打蓝去了。我17秒有爆。蛤蟆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他。来吧，螳螂。杀个铁男的呢？来是手里的。这 buff 挺能传递呀、啊。在闪烁的星光下，回家试装备。哪里来个锤子？当生命不加节制的疯长，就需要收割的刀刃。收集者挺贵呀、啊。我寻思刚才都够了，差100块钱。获得禁忌之力，推翻神圣教义，这只是开始。我来也去帮你来了，打不了一扣。别急啊，等一会儿。哎呀，我们来提醒一下，扣一下回来。掏一下手里干，手里干，好意呀、啊，小法师。如此不堪，我们都希望你们都可以活下去。
将我们视为活体武器，手无寸光。我来个水银吧，防止那攀身呢、啊、锤石铁男250攻击力。这些生物在浪费他们的奥能，我们把它处理。好黑，能死吗？差点伤害吧。爬过来有一 Q， 跨过来，哎呦，回来，手里干。拿出你的看家本领也打不过，我们放出了怪物。找潘森去。见无法触及的彼端，我们进化。他好像走了，我估计可能是左边那地方有眼儿。现在我急需一个查克拉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位置老危险了啊！我给你单个保镖吧。哎呦我，这女警还挺骚，为啥骚啊？一个 ADC 在敢在我面前骚，不敢相信，嗯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加了。出个夜印之风。德玛西安飞弹无数星球，我们则启迪无数星系。小法师杀疯了，我马上到。小法师，给我扛住，兄弟！我们杀铁男，哎哎，当作腐化，所以他们注定失败。